北大教授话，三聚氰胺冇毒，人类识排毒。佢哋因为饮咗有三聚氰胺嘅奶变成咁，佢因为将奶粉有三聚氰胺单嘢发大嚟搞，一度被囚禁。但佢竟然话三聚氰胺基本上冇毒啊！事完早几日，有网友拎着支贵州茅台去香港验，发现支酒嘅塑化剂超标一倍，搞到佢哋嘅股价应声下跌。前日咪嗱嗱声开记者会，话自己啲酒冇问题咯，仲请咗阿李教授发表伟论，话过去100年有毒物质不停增加，但人嘅寿命就越嚟越长，证明人类嘅排毒解毒功能非常强。咁都讲得出啊？点对得住呢300,000结石宝宝啊？有网民捉佢餐餐饮三聚氰胺，日日食塑化剂，仲话先有孔庆东，后有李可基，北大好威水啊！